2023年4月8日，夜里1点10分，这里是隶属于 X 基因科技的第7生化研究所。根据物流记录显示，这里是引发 Z 型传染病的药剂样品发货地。现在，这里是一片狼藉，人员应该已经全部撤离了。但愿我能找到一些线索。什么声音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妈的，这屋子到处妖人，他们没救了，这个残烂脑袋才能真正的杀掉他们。兄弟们，现在一定要照着脑袋打，一个也不要放过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人会变成这样吗？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我一定要小心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这里到处都是变异的人。下地狱吧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终于找到了。
丑八怪！紧急通知，全体人员请注意，未知病毒传染性较强，为减少扩散，请做好防护，不要惊慌，所有人员有序前往撤离点，等待撤离。应该回头吗？还是坚持？再来，要你脑袋开花！再见。我得进去看看。瑞恩博士果然来过这里。
我可不要变成这样的怪物。